今天 Cydia 新上架了一款叫做 Audio Recorder 的软体，能让 iPhone 进行双向通话录音。启动的话，先到设定，然后选择 Audio Recorder， 然后启动，同意法律条款。你可以去设定通话录音的类型，有所有通话、只有来电、只有去电，或是手动设定都可以。那选择在录音时要不要播放 BB 声，或是声音的警告。使用时也非常简单，只要到内建的电话软体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小姐。好，请问是要外送还是外带呢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今天披萨有特卖吗？披萨现在，你是说优惠吗？对啊。我们现在买大送大，有送可乐。嗯，啊，现场拿呢？对。好，哦，现场拿才有是吗？对，现场拿是买大送大，然后一瓶可乐。嗯，那我们现在还有推出一个新的优惠，是小的九寸披萨，它加芝心是249元。嗯哼，那我等一下下班过去拿哈。好，那请问要点什么呢？没关系，我到现场再点哦，谢谢。不太好，谢谢。它加芝心是249元。嗯，那我等一下下班过去拿哦。好，那请问要点什么呢？没关系，我到现场再点哦，谢谢。不太好，谢谢。